新消息要带你来关心，这情办其实已经有好多年的国民党县市长协调汇报，现在确定在这个星期六要在新北市政府大楼来复办了。马总统将会以党主席的身份来亲自主持，而外界解读啊，这应该是党中央要顺势规划祭出团结牌，还有基层干部喊出了马力好强的连线口号，希望能够巩固领导中心，有这样子的意味存在。这今天的最新消息。